开饭，今天吃红烧猪蹄，辣椒。酸辣生姜。我们这个红烧猪蹄是用燕红烧酱做的，它今天活动发八包哟，可以做猪蹄焖猪蹄焖排骨焖鱼鸡翅鸡爪都可以，做法在主页的第一个视频。有了红烧酱都不用放盐了，好香。这个鱼带酱可以焖三斤左右的食材，就是一根猪蹄。好香。
这几头肉下去要长几斤？